给他们一个。给他们一个。啊，再写单子了。就是他能不能带进去？关键就是他不走，他不走安检的。就把他。拿一个纸袋子。啊。啊。啊。塑胶件啊，他们那个塑胶件就不要了。不要什么？他就要去做那个喷头，要需要那个，需要盖子。塑胶件是我们放进去的就行了，没关系的。